创现在的中文名啊，叫波场。日本一族夫妻速成，每天干活，登陆了香港的交易所 ，Gatecoin，Coinex 要上咱们这个波场，我都震惊了，如此之强大，我再大的挤兑也挤兑不了我们变革区块链行业的梦想。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10月3号，在 Liquid 的这个单日交易量突破了100万美金，11月10号就突破了300万美金。今天波场的成交额大概20亿美元，一座丰碑。11月20号呢，登陆了知名交易所 Gate.io， 日本的第一家交易所，现在币安时还其实还是第二家上线。菠菜的这个梦想是全球性，看淡云淡风轻，云起云落，佛系投资。波场人民从此有代码了。在京东、微软、当当网、百度工作的工程师刚刚加入了波场，开发进展了。在签名算法实现方面，咱们除了这个 ECDSA 签名，本周增加了对 ED5591 签名的支持，下一步呢准备实现 Ledger 签名算法，修改了这个 Genesis Block 的定义，对区块链的创建方法进行了优化，添加了查找区块链中的交易信息的方法。第三呢，第三是啥？我看一下。跟币安联手举办圣诞盛宴，交易靠前第一二名，我们送出玛莎拉蒂和奔驰车的活动。我们已经拥有了将近50万的持币用户，我们这个波场团队啊，现在已经从当初的几十人，现在已经扩张到了100人。研究工作方面啊，我们开始了对 Bitcoin 的调研，以及为之后的钱包模块的实现以及高效检索作为参考，提高一下姿势水平，目光如炬。喝一壶老酒啊，让我回回头。谢谢大家。